好 ，DNC 2020 ICT Paper One A MC 第八题，咁咧只有41% 考生咧答啱。咁同埋就讲咧 ，Mary 想 send 个 email， 咁咧个 email 咧就会 attach PDF 就 rather 定 DOC， 即系咧个附件咧要系 PDF 格式，佢就唔拣咧 DOC 啊。咁咧就问咧乜嘢系可能嘅原因咧，即系点解咧 possible reasons。咁留意题目个字眼就系话譬如 possible， 即系可能嘅原因就得噶啦。咁啊一咁啊 PDF 咧可以 encrypt， 即系可以加密，但系 DOC 唔得。咁呢個好明顯咧，都係錯，因為咧 DOC 咧都可以 encrypt 嘅，即係可以加密嘅。咁啊 encrypt 咗變成亂碼咧，咁基本上就算 hacker 攞到個檔案咧，都唔知入邊，即係好難話 decrypt， 即係解碼咧，知道入邊嘅內容咧係講乜嘢。咁啊二 PDF 嘅 layout 咧可以 preserve， 可以保留，咁呢個都幾明顯係啱嘅正確。咁啊你話點解 DOC 又唔得咁樣啊？譬如 DOC 即係譬如舉例 Word document。咁啊，理論上喺唔同嘅平台咧安裝嗰個即係 Word 咧 ，Microsoft Word 咧都可以開到 DOC 噶嘛，啊都好似睇到咧個原本嗰個 document 嘅 layout。咁但係如果你實際用過就知啊，真係爭少少嘅，即係咧啲 layout 咧啲字體啊或者啲圖片啊嗰啲位置咧係有啲走咗少少位。咁簡單嚟講咧就冇保證啦，反而 PDF 咧即係 PDF 咧佢就真係做到可以 cross platform， 佢唔同嘅平台咧。都有個 reader 咧，免費俾你 download 咧，可以開翻個 PDF document 出嚟咧，而咧入邊嘅圖片同文字咧係即係一模一樣，冇走位嘅其實。好，第三 PDF 可以插 multimedia element， 即係啲多媒體嘅即係元素，例如聲音啊、圖片啊、影片咁樣。咁啊，即係 Word 唔得，咁好明顯就錯啦咁樣，即係 Word 係得噶嘛。所以答案係即係咧 B for boy。